沾上他的口水。猪在上，拿死他！我们分成两组，我们这边有我往左边，我们四个人胜利队，他们为失败队。不是。Really nigga， 基本上他们会发食物让对方的人猜，我们这个里面只会有一个人是吃到真的食物的，嗯，其他人是没有吃的，没错。那他们我们要演出来，让他们选到底是谁真的吃到食物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加，开始加，可以开始加了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。那就瑞雪跟，好，民族刚刚雨婷，你忘记人家名字？猪在上，看来刚加入我们的战队嘛。最好。来所以呢，你们先背对，好，哎，偷看哦，先背对，好，同时吃啊，对，同时吃，你把整个脸遮住，不是啊，流口水，已经流口水了，我跟你讲，吹到不可能，不是因为他眼睛很努力，我觉得可能是他哎，你看，小雨已经放松了，他已经没有在演，这也算了，小雨就直接排除，那雨婷，雨婷开始动他的下巴，是在演，是在演，演太多了。你们骗他吧，好不好？